了韩家里平庄三分。万岁传旨招驸马，看中你文才出众，相貌悬天，七八那老汉，中国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群星荟萃唱一曲，戏迷票友都期待。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2018年第二季。我们依然请来了歌唱家、影视名家、相声名家、节目主持人、外国朋友和草根明星，他们在戏曲名家的指导下粉墨登台，为大家演唱国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欢迎，也欢迎他们的加盟，一起加盟到我们传承国粹、传承我们戏曲艺术的队伍当中来。要说到今天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在您观看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互动。你只需要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摇一摇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好，接下来呢，我们本场的挂帅人将一一出场。马上请出第一位挂帅人，有请。英宁，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6岁起学习相声，后拜相声名家王千祥为师，在相声界有着青年相声活宝之称。他兴趣爱好广泛，喜欢戏曲、京韵大鼓等，主持过多个电视节目，代表作品相声对春联、金钱与孝子、童年轶事等。谢大爷，那西瓜呢？西瓜瓜。哦，姑娘，女娃娃。眼睛呢？毛爷爷。行，我说啊，有请挂帅人英宁。青春，你
谢谢英宁，谢谢。英宁呢，是我们梨园闯关我瓜摔的老朋友了。我的来过若干次软妈，几乎全是评剧。怪不得我刚听他们说您是这个软妈专业户。是是是是。然后软妈终于熬熬熬。我这是婆婆熬成媳妇儿。不是，您说说这个程派，您是从小就喜欢吗？程派是上高中以后，上高中以后呢，我的一个学长送了我一张盘，是赵荣琛先生和于振飞先生唱的《春闺梦》。从这出《春闺梦》开始喜欢的京剧，喜欢上的程派。小的时候只对程派、严派有些印象，因为他们的演唱的那个声音很特别。但是真正喜欢程派还是从《春闺梦》开始的。所以第一次在梨园闯关我瓜帅，唱京剧呢，还是选的是程派戏，还是《春闺梦》。哎，这段戏可以说对您来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和情感在哈。对对对。那自己感觉一下，今天因为以前彩唱扮上的都是那样子的，可能是跟今天的扮上对不太一样。对对对。今天感觉怎么样？感觉这个颈椎好啊，是这个唱戏啊，在舞台上能够塑造人物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怎么讲呢？这个头饰比我这脑袋还沉呢。但是很漂亮，这些点缀、是是，我自己看不到，但是路上的人都说，哎，这女孩真漂亮，我心里还挺满意。大家觉得这还是您平常知道的或认识的或见过的英宁吗？完全变了哈，真是大变身，这证明我们这化妆师下了功夫。这个不光化妆师下功夫，我就是演唱的指导老师，也是费了很多的心思。请到专业老师指导。因为这个唱的不够标准，老师得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而且得特别有耐心。像我这么一个又淘气又顽皮又不是很懂事的学生，落在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的手里头，老师得付出多少劳动啊。那您老师是国家京剧院的程派名家周静老师。哎，那今天我们就把导师也同样请到舞台上来，有请。您给点评今天唱的怎么样呀？我觉得唱的还是不错的。真的是不错，尤其是我们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富裕。对对对。但是呢，我们排练了过几次，然后呢就把有些比如说尖团字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有的地方它像有的腔容易把那个我们过门的地方给唱了，所以就说清楚了以后呢，他回去练完了以后第二次来就不一样了。周老师教得好，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改，一个腔一个腔的说，不行重新来。那也是你记得住啊。没如果说要是对于我们戏剧爱好者来说，春闺梦这出戏它最主要的就是唱功了吧。春闺梦它是边舞边唱的，这个表现更多一点。尤其到后面反那个二黄的部分一霎时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水袖、圆场、身段，所以对演员的要求就是前边要有那个文的这个基础，后边还得有这个文戏武唱的基础。要能文能武。对，而且这尤其就我唱这段，周老师已经把这个动作就简化到就是零基础以下了，但是我还是没能很好的演绎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很难很难的。因为程派是很内敛的，就是既让人感到他的这种美，但是又不能让感觉到他又特别的比较浮。他是一个度，是吧？对，这个尺度，包括他的唱腔的这种抑扬顿挫的这种韵味和他的身段表演都是统一的。所以唱功啊，我们现在做得很好了，下一步就得好好练练这个舞的，好好练练。对，然后又边唱边舞。这太难了。我觉得他下次可以把后边一霎时带动作给大家展现一下。咱们今天就做个约定好不好？行，真的，你下去练一练，真的没问题。行行行，我练练这一霎时，五雷轰顶。谢谢英宁，谢谢。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每期节目在首播的时候都有摇一摇的环节，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由长寿家族提供的惠宁隆汇亚麻籽油礼包，期待着朋友们参与。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梨园挂帅，梨园挂帅节目新，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
台多欢乐，万紫千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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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春。接下来上场的挂帅人是位孝星，而且还是个女孝星，叫宋宁，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豫剧《花木兰》的彩唱，掌声欢迎他。宋宁，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影视演员，师从相声名家冯巩。2003年，在全国相声小品邀请赛上表演相声《西歌东妹》，获得相声专业组一等奖。2005年，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祝寿》，并在春节我最喜爱的节目评选中荣获三等奖。时隔12年，2017年第二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冯巩、林永健、傅园慧表演小品《信任》。他素有相声界第一美女之称，不仅先后跟随师傅冯巩参演了《酸辣婚礼》《返乡》等相声小品节目，还主演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等影视剧作品，并有着精彩不俗的表现。2018年10月，获得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小品组最佳女演员奖。有请挂帅人宋宁。感谢宋宁。宋宁呢，相声演员，然后呢，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学唱豫剧。大家很宽容，而且很善良，就是往这一站的所有人给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我有自信了，鼓励了你，鼓励了我，所以有胆量能继续唱下去。对，首先是感谢你对戏曲的传承。戏曲是我们国粹嘛，所以说传承，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有责任，有担当。是，真是好演员。哎，其实呢，宋宁是东北人，是我沈阳人。哎，唱的戏呢是河南的戏。这就难度就大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特别能体现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不停的学习。对，虽然呢他是东北人，但是我们给他安排了导师，那导师是河南人。掌声有请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的张桂芳老师，点评一下宋宁刚才的演唱。我刚才看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首先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是特别短的，然后特别的仓促，但是今天的表现整个特别的完整，而且刚才在后台宋宁老师就是因为咱们戏曲勒头，对对对，勒得难受，太疼了，快要吐了，但是什么感觉给大家说说。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一种心疼法，大家原来都我头疼，我肚子疼，我哪儿疼，我终于知道一种心疼，就是脑浆疼。脑浆疼，脑浆疼，我第一次知道这种疼。你们可能就是大家没有戏曲这个头啊，是用水沙，用沙蘸上水给勒上的这头，勒紧紧的，然后就是，而且我觉得会不停的恶心，为什么？就特别奇怪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真是不容易，每一个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要把自己办好，对，为了展示那几分钟的一个表演，所以真应该给所有的戏曲人一点掌声，他们真的太难了，向他们表示敬意，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其实小香玉艺术学校呢，不仅教小同学们唱豫剧，各种学科现在都有。对对。你都教什么课？给大家说说。我就是教戏曲课，包括台词。台词的话也是戏曲台词，戏曲的念白，对，戏曲念白。那么有没有学过相声的台词？这还真没有。你看，这是我们这是交流的舞台嘛，你教他豫剧，他应该教你两段绕口令啊、贯口啊啥的。这个赵老师，你就太难为我了。给练练嘴皮子，看你嘴皮子溜不溜。那我就想一个说一个吧。没关系。你现在说完了以后，宋宁来评判。适不适合说相声，能不能发展成一个女相声演员。来，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个树，一个树上长着七个枝，七个枝上结着七样果，结的是鞭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李子、李。好，好
怎么样，真不错吧？太棒了，咬字清晰啊。嗯，而且他比我们相声演员还要多一点，他有点演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可能是一直说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人家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嘿，你瞧瞧，这个表演在里面就加了很多分。怎么样？下次上台来，他唱豫剧，你说相声；是，你唱豫剧，他说相声。哎，怎么样？我们俩然后再共同主持，把他再挤走。拜拜。这就要走是吧？哎，我们这个舞台呢是交流的平台，我们这个舞台是展示风采的一个平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歌星、影星、笑星、草根明星和外国朋友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为传承民族文化做出贡献。谢谢两位，谢谢大家，谢谢。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好多的优秀人物、杰出人物妇孺皆知。比如说诸葛亮，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经常有诸葛亮的形象出现，京剧、豫剧、越剧、越调都有诸葛亮。今天有一位挂帅人，他是相声演员，叫方清平，他扮演诸葛亮，为大家带来京剧《空城计》选段，掌声欢迎他。方清平，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13岁开始学习相声，师从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2010年，40岁的他以相声新人的身份参加了第五届 CCTV 相声大赛。凭借着表演单口相声《幸福童年》夺得相声大赛二等奖而被人们所熟识。2013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与孙涛、秦海璐、王倩华表演小品《你摊上事儿了》，受到欢迎。他的表演风格另类，蔫头蔫脑，絮絮叨叨，过过言笑，没有过多表情，也没有夸张的动作，似聊天一样，但是句句幽默至极，段段切中时弊。他用了27年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单口相声，被誉为笑星中的冷面杀手。走到他面前，代表作品相声《年夜饭》，他说霸王赞，更惊讶，搞笑生活，后面呢？电视剧大掌柜等，吃饭喝茶下棋，一有正事准到这工作园。是，有请挂帅人方清平。Thank you.
把那个髯口摘喽，让大家瞧瞧你的庐山真面目。哎，这就看清楚是方清平了。方清平的相声大家爱听吧？冷幽默，幽默风趣，沉稳淡定。他讲笑话的最大特点是，你们都哈哈直乐了，他一点表情没有。今天上台演的是诸葛亮。对，我刚才前面说了，诸葛亮呢是个智圣，对，智慧超人，先贤。先贤，有人说你也是智圣，我是智障，你瞧这反应多快，不是智障，智圣，要不然一般的唱不到这么好。哎呀，我唱戏真的是不行。为什么？我老师评价我说我是，唱戏有歌味儿，但是唱歌还有戏味儿，所以特别难办我这个。但是呢，味道还是很好的。谢谢老师。应该得益于你的导师。对，我的导师，咱们著名的京剧杨派老生杨少鹏先生。是我的老师，掌声有请。对，就平常比这个唱的好啊！真的是，就来我们这个舞台，有点紧张，要不然比平常是老师是吧？平常唱的好，我觉得今天唱的好。你看，今天这是你一生当中唱的最好的一次。啊，那我这辈子就搁这儿了。不是，你再来的话呢，可能是第二次。谢谢您提议。怎么样？感觉这徒弟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演唱的声情并茂。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下次再演诸葛亮的时候，尽量少动一些，因为诸葛亮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位谋士，就是尽量，尤其老生在舞台上呢，还是稳重一些。我不够稳重了哈，太轻浮。没有没有，不是，方清平啊，是属于说相声的时候他不动，唱戏的时候愿意动。我觉得有那过门吧，好像动点才过瘾似的那种感觉。他是按照武生那么演，是吧？他需要动，但是今天唱的非常好，是吧？而且这个符合杨派的特色，杨派特色，这样什么特色？声音低沉，就是说上不去就完了。这个杨派的确是，浑厚，低沉，咬字讲究，韵味十足。没错，没错，没错。常言说呢，有来无往非礼也。那你既然教了方清平唱京剧。方清平就应该真正的传授你一段好的相声。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啊，少鹏啊，是特别热爱曲艺的人。对，他跟我们圈里很多人都是朋友啊，而且他的爸爸杨乃鹏那京韵大鼓唱的相当棒，落派特别好。对，他也唱得非常好。京韵大鼓来一段吗？要不要？你的意思是你们俩一人唱一句吗？我愿意。你来一段，我不行啊。杨老师来一段京韵大鼓，我唱一句，唱一句来。轻易不漏，这是首次露面。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好，
这是洛派。哦，洛派。骆玉笙那听着有点像洋派。啊，你想想，以后要跟方清平啊联合起来说段相声。没错。方清平老是单打独斗。他老愿意自己说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主要的原因呢，没找着捧哏。不是不是，为了避免资金外流。这个今天呢，你既然跟着杨少鹏老师学了戏了，下次就是带着人家说相声。好好好，好不好？下次您再让我来。谢谢两位。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梨园挂帅，梨园挂帅，节目新，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总是春。接下来上场的挂帅人是相声演员郑健，要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片段。郑健，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师从于相声名家李伯祥。他曾是春晚舞台上的青年才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与戴志诚表演相声《二重唱》，赢得观众们最热烈的掌声。2011年与姜昆、戴志诚、周伟、李伟健演出群口相声《专家指导》中口音较重的收藏专家，一句埋起来。让观众记忆犹新。他有才华，有个性，热爱书法，喜欢足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相声演员。2018年10月，荣获中央电视台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相声组最佳捧哏奖。主要作品《好好说话》，什么叫捧啊？新论捧逗，五官新说等。有请挂帅人郑健。真是机上有天。
看中你文才出众，相貌不差，金枝玉叶喜配你，从此你是肉在帝王。哎呀，真不简单呐！通过刚才你们俩的一唱，我对郑健刮目相看。我想问问郑健，郑健平常说相声大家都熟悉，对，唱黄梅戏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要说学呀，咱也不敢说学，因为黄梅戏的曲调啊，风靡全国乃至全世界，非常悠扬，从小就喜欢听，喜欢听。对，那上台唱呢？唱也就是那些年轻时候说相声时候，在相声段子里唱，展现那么一句半句，正经八百的扮上。黄梅戏这是第二次，你唱的什么？第二次，我唱的《牛郎织女》。牛郎织女，哎，果然喜从天上降。对。我紧张。你演的是谁呀？我演刘大人。这刘大人是个什么人物啊？刘大人你说他是个正面人物也行，说他是一个喜剧人物也行，说他是个糊涂人也行。哎，对对，特别糊涂，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对呀，他把这个驸马当成男的了。对，没想到是个女驸马，给人说亲来。对，要看那么漂亮，我以为也是这个男的了。哦，嗯，结果呢？结果阴差阳错闹笑话。 对， 对，吴雄老师，您今天等于陪着郑健来唱，说说，郑健唱怎么样呢？他一唱，我听，唱给我听，我说，哎呀，你这小腔小弯这么还这么地道，而且很有王少舫那个音色啊，那嗓子有这个中音区非常沙哑的那种感觉。关键就是这两天就是嗓子不痛还在这样，你这是夸你自己吗？哎呀，他太可乐了，他唱，我说你唱的真好。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今天嗓子不行，我回头找他找不着了。后来人告诉我，他出去吃火锅了。我不是嗓子不好，干嘛吃火锅？我嗓子不行。他说吃了火锅嗓子回来就好了。给我乐的。刺激刺激。他说吴雄老师帮了我很多，像出肉在地方，他都是在这个小腔小调上替我拿捏着。这嗓子开不了，特别着急。我说下次你就是扮上唱一出吧。好，谢谢两位。好，谢谢谢谢。谢谢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梨园挂帅，梨园挂帅节目新，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总是春。为了衷心的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每期节目在首播的时候都有摇一摇的环节，您拿起手机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由长寿家族提供的惠宁隆汇亚麻籽油礼包，
期待着朋友们参与。接下来上场的挂帅人是一位青年笑星玉浩，为大家带来的是京剧《三家店》当中秦琼的唱段，有请。玉浩，相声演员，相声界的曲艺达人，从小酷爱京剧、相声，在5年多的相声学习和表演过程中，形成了以柳活见长、平梗有趣的整体风格。他台风稳健，自然洒脱，语言快而不乱，慢而不散。曾获得《笑江湖》第三季全国总冠军，《笑声传奇》第一季全国亚军。代表作品《黄鹤楼》《铡美案》《玄子书》等，与卢鑫搭档，被誉为中国相声新势力，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有请挂帅人玉浩。响声儿来迟在大家口，一声过来的听筒，听筒筒不是响吗？听筒筒而不是带人呢，把枕头扬你与我来增斗，因此上发配大灯柔，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哟，舍不得衙役们重担头，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儿拔了头，娘生儿恋心柔，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生难空手，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雨坠落在心上后，尊一声姐差把点头。好，谢谢玉浩，谢谢玉浩。哎，把这手肘给我，得嘞得嘞、啊、来把髯口摘了，哎，要不然大家看不出你是相声演员。来，玉浩给大家带来的是秦琼的唱段。没错，秦琼啊是这个瓦岗寨的大英雄，哎，也山东出来的好汉，山东人。对，我听说你也是山东人啊。哎，对，是那是我们老乡啊。你山东什么地方？我山东滨州的。滨州人呢？啊，这个山东滨州，咱们是老乡，我是青岛人。哦，那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就比较近哈、啊。对对。这个喜欢京剧。喜欢，爱听。会不会唱几句吕剧啊？吕剧呀、啊，啊，您还别说，嗯，还真不会。抖包袱。我就记得小时候老听 啊，有那么一句。哪句？就是那个《借亲》里边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马大宝喝醉了酒啊。忙把家还，只觉得那个天也转嘞，地也转哦。山东吕剧，山东吕剧，山东人应该多唱山东吕剧。是是是，京剧呢是咱们的国粹，也应该好好的学习。哎，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京剧？我是那时候也就8、9岁，嗯，有邻居在听，我听的第一出戏啊是《斩黄袍》。哎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李宗义先生的。嗯、哦，还能唱两句吗？《斩黄袍》里边我就有这个孤王酒醉桃花宫。嗯，唱一句。哎，唱两句。嗯、孤王酒醉在桃花宫，寒素真不错。
味道十足，高咱唱不上去。这是高派的吧？这是高派的。哦，所以说呢，斩黄袍这出戏啊，其实好多人都没看过。是是。这个是个冷门戏，逍遥津斩黄袍啊，哎，这种戏都是高派的，难度非常大，腔高。对的。这个而且咬字都非常讲究，非常有韵味。先天条件首先得特别好。是是是。嗯，那你除了这个高派，那平常还唱其他流派吗？其实都涉猎一点，比如说周信芳的旗派，也会两句。哦，是吧？来两句。追韩信，就是，追韩信里边啊，这个三生有幸前面有念白，太好了，就有这么几句。嗯，将军呐，啊，韩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之故，是三生有幸。对，这是这个周信芳老师的旗派。对对对，旗派难唱啊。哎，是有好嗓子，而且调门还高。哎，表演上特别讲究，太讲究了。比如说徐策跑城，比如说追韩信，是下次扮上带着身段给我们来一出怎么样？我还带着身段来一段。那必须的，我给你找导师。我们的剧组给你找导师，你好好正经八百的扮上。赵老师，您不光找导师啊，您最重要的，您得把120给我叫好了。这一个吊毛我就过去了。没事，没事。我们那儿有人，专门抬担架的。嗨，期待着你来啊！得嘞得，期待着你给我们大家展示风采。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梨园挂帅，梨园挂帅，节目新，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总是春。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挂帅人啊，是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一位相声演员，他叫王童，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豫剧《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我们掌声欢迎王童。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影视制作人，师承于相声名家冯巩，曾荣获第四届 CCTV 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捧哏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最佳表演奖。他台风稳健，表演机智灵活，善于把握现场气氛，擅长主持戏剧影视和喜剧创作表演导演等。代表作品相声怎么了？您给10块钱。多少钱？10块钱。电影就是闹着玩。电视剧东方朔等神仙好色也不止仙兄一人呢。有请挂帅人王童。玄天七盘的刀喊，这个金沙叫啊，金沙叫坐着卧着七品官。想当年我在院那去我了把那数年，两桌子热板凳，撇砚墨砖，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馆，我的辛辛苦苦前去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安民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礼部去领聘，我先把那个严嵩先
老贼要攒钱粮，莫卖的钱，我说道，攒钱也没有。这个老黑他恼羞成怒，把我抢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抢了那个七品县官。上人来刚刚才三天，百姓们纷纷告状到衙前，大官们犯法要不成办，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领教难牢的草场满，不让我那个好百姓啊受屈冤，衙子们开刀去查看，那黑呀谢谢王彤，谢谢。咦，唱了不赖。哎呀，这怪实话。不赖你呀。不赖我。你的意思是原老师没教好是？我可不敢说啊。不过王彤呢，也是我们栏目的老朋友了哈。是是是。唱过京剧，唱过豫剧，这而且是夫妻双双来到我们的舞台。我全职到这儿过瘾来呢。你今儿这豫剧独角戏了哈。那七品芝麻官这段就是独唱的啊。这个自我评价一下，觉得唱怎么样？我觉得，基本上比牛老师差那么一点吧，差那个一点都不太谦虚啊。我干嘛谦虚？我到这儿来，我就是给其他的业余同志做个榜样，做示范来了。对，就是那我就告诉大伙儿，我这样都敢来，他们就更没问题了。这口气不小啊！哎，不过光听王彤说不行，因为这是他的家乡戏啊，唱起来太轻松了。作为业余选手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好不好呢？还得专家说了算。刚才您不说得有老师吗？有啊，就是老师谁呀？河南著名的豫剧名丑牛派传人金不换先生。是您的导师啊？他是给我当我老师啊。哟，那老师来得夸夸您吧。那必须夸我呀。必须得请吧。来，掌声欢迎金不换老师。有请有请。哎呀，那夸夸他吧。你叫我咋说你呀这啊？你夸夸我呗。随便夸吧。教了两天，没想到你唱成这样啊！就这下边还有掌声，还给你鼓掌。我唱。哎呀，我有点是太失望啊。不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看，哎，这唱腔吧，有些地方还是不错。你说这身段，你看这头跟弹地雷一样，你看有些这个动作呀不太优美。你别说了，这老师不满意。我上你到我这儿捧我来了，是你是让你搁这儿拔火子来了，你这。不谦虚，不接受意见，是不是？不是我不谦，不是你，我站中间很难受哈。你先，要不我先休息会儿，你俩慢慢聊。但别打啊，千万别打。你放心，你搁外面叫个救护车等着啊。不是你咋回事？你这老同志，你看。哎，我跟你说，王彤啊，你说，我向观众正式声明，啥事儿？今后你要是再出来呀，啊，要是说我是你的指导老师啊，嗯。我可是不认账，我走了啊！我又回来，回来，走啥了走？你正走着了，你不走，你走啥走？不是你咋弄了你？我咋弄啊？你说我这唱了不好，你是教了不好，对不对？我咋能教了不好啊？啊！我走了。哎，你这走啥了？快！来，哎，点你一段啊！啥戏？你放心，肯定不会点你牛排戏。你随便点，随便点。你是专业的，点你一段河南曲剧卷戏筒，海连池先生唱了，你敢不敢？卷戏筒，卷戏筒，曲剧啊，能唱不能？难不住我，张口起来啊！来来，小残娃我离了，当风小仙，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的熬煎，而且太好比那噔噔噔牛头马面，噔噔噔一根噔，他和我一说话就把那脸翻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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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大眼了，中不中啊？嗯，你别慌了，难不住。你先别高兴，再点你一段，你都不中了吧？啥子呀？河南还有一个剧种，叫河南越调。神风梅大师唱来，你敢不敢弄一段啊？我跟你说啊，老弟，你说，我给你弄一段牛排越调四千岁咋样？牛排越调。你听的啊，那听过牛排月调。四千岁你根莫要羞愧难当，你根当青山人我把情由细说端详。当当当当你根当当的，想当年长坂坡你有名，上将一杆枪斩曹兵无人阻挡，如今你年纪迈发日霜降，怎比那江北岳血气反抗，虽说你今一天大会败仗，愿山人我用兵不愁。你莫挂在心上啊。这诸葛亮还这么乐呢，这个怎么样？中国戏曲人人爱，梨园闯关我挂帅。朋友们，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我挂帅节目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再见。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梨园挂帅，梨园挂帅节目新，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总是春，万紫千红总是春。梨园挂帅节目新，越唱戏曲越有神。反串登台多欢乐，反串登台多欢乐。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万紫千红总是春。你下去练一练真的没问题。行行行，我练练这一霎时五雷轰顶。赵老师，您不光找导师啊，您最重要的您得把120给我叫好了，这一个掉毛我就过去了。没事，没事，我们那儿有人专门抬担架的。郭冬平老师单打独斗，他老愿意自己说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主要的原因呢，没找着捧哏。不是不是，为了避免资金外流。您告诉我，他出去吃火锅了，不是嗓子不好干嘛吃火锅？我嗓子不行。吃了火锅嗓子回来就好了。听我说，我上你到我这儿捧我来了，是你是让你搁这儿拔火子来了？你这、不谦虚，不接受意见。我们俩然后再共同主持，把他再挤走。